你在下雨了，水就直接洒到那个木板上，被打被打。我帘没有整个拉起来，你要怪我。所以大家赶快预定张玲啊，这是张玲的处女座。那间小木屋是妓院，是妓院，妓院。我们刚刚开过来，那段路旁边都是悬崖，真的好适合演仙女哦。为什么眼睛画这么大？嘴都是腊肠嘴，全部肉汉堡。所以我们现在就 off road 了 ，go， 就看你的了。哇哇哇！很兴奋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要变千年老妖了。我们昨天就是晚上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，然后说还没订酒店，超级紧张。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住到了一间小木屋，叮叮叮叮。而且我们住在的这个旅馆呢，是这个小镇最有名的旅馆，叫 Ripley Creek Inn， 一个小镇最有名的旅馆哦。好，我们赶快进来小木屋看看吧。好的，欢迎来到我家。你主人感觉？昨天晚上的家。看这小木屋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小木屋，保守估计是有80年，但是非常有那种复古的感觉。好，这里楼下呢有两个房间，这是客厅，客厅非常温馨。你看我们昨天就是有一群人在那边聊天，然后发生了一件小意外。我自己说 OK， 事情发生是这样子的。昨天大家都到酒店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冲上去洗澡，因为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很想赶快洗澡，加上我昨天又要洗澡，所以呢在我进去洗澡的时候，里面有人吗？里面有人，要不要介绍？你忙吗？我可以借我拍一下吗？洗手间啊，借我用一下好不好？你现在要用吗？要。So sad，你现在急着用吗？你是要上厕所吗？可以下去上吧，下去 OK 了。OK， 好，来到了酒店第一件事情我就很想洗澡了，所以呢我就拿了我的衣服进来洗澡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昨天在逛一楼的房间的时候呢，我的队友一个叫做飞门的小鲜肉，他跟我讲说一楼的场景很像一个惊悚故事。我本人也是有在看惊悚故事的人，所以我立刻又联想到那场景，所以我心生有点小小的恐惧。所以我在洗澡的时候我有点害怕，我不敢把整个帘子都拉起来，所以我只拉到这里，我想要环顾四周看发生什么事情。就当我在洗澡快洗完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很着急的敲门声，砰砰砰砰砰砰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。你再杀上去问张玲，你可以出来没有？等一下，你在帮我穿衣服吗？你很急吗？我都已经很紧张了你知道吗？就是天王不漏说张玲张玲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是不是里面漏水了？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站出来在擦身体，很悠闲。说哦对啊，这里漏一块。他说客厅已经在下雨了，客厅下雨下了3盆。我们在下面聊天，聊着明天去哪里，要不要去公园。然后结果那水珠就从上面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下来。我进楼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一个鬼故事，然后他说他不敢把那个浴帘关上，然后那水就直接洒到那个木板上了。我完全没有发现，就是我的小小的疏忽会造成下面这么大的灾害。没拉帘，我帘没有整个拉起来，然后溅到旁边待一小时。看来各位要洗澡去一楼洗好了。这如果要在二楼洗的话，一定要把浴帘整个放进去。他说你洗澡是不是溅到外面了？我就想说他怎么知道？幸好房东不知道，没有让我们赔钱。张琳，你闯祸了吧？要不是百年老屋质量好，估计我们要卖车赔钱了。神奇的老屋故事还没有结束呢。这边就户外出来，就是有一种接触大自然的感觉。你看，还有个伴随着沙哑的公鸡声。有沙哑呀！对，就是会看那个小池塘。然后你看这边都是山啊、云啊、雾啊，这是一个非常……我看到这公鸡笑死，我可以看到这公鸡本人吗？他在哪里？在下面。我想要关心。没关系。真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对。雨雪。你看这公鸡很漂亮，你看看。你看我们这边还有公鸡，多么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城镇叫做 Stewart。And Hyder， 他们是两个姐妹镇连在一起。古屋果然有特殊魔力，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，张琳竟然第一次
Thank you， 张玲作品，对，2018年淘宝爆款。嗯，我的作品 ，Come on， 我自己都超级满意的。好的，请介绍一下你的发型。OK， 这是张玲作品，这是大概是2018年淘宝爆款，所以大家赶快预定张玲啊，这是张玲的处女作，就是。他第一次剪头的，他因为剪错了，这里说他把这全剃光了，哎，没想到还挺好看的。好，第一次遇到有人请求我帮他剪头发，这我不用剪，不知道他带来的勇气是梁静茹的，但我很紧张，我没有经验，我从来没有帮男生剪过头发，我只有帮我自己修过一点刘海或是发尾这种。好，我们现在拭目以待看张玲，感觉。等一下，我剪了一个洞，你剪了一个洞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是不会伤到人的。不是，我剪了一个洞，你看这里一个洞，现在是很 work 吗？啊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啊？雪，你应该怪我，真的没有头发嘞，真的没有头发了啦。哪个男生发脚不是剪掉的？你有看？尽量剪短。这不是短不短，你是完全没有。我跟两边一样高啊。那当然了。对，那个是我要你高的。标哦，对，我需要高的。其实我还是有自己的，对，可以吗？对。但这样看也挺好的。也可以的，我很满意的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出乎意料的好看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要吃瓜群众的，觉得不可能，结果没想到还不错，我还蛮有天分的。我是张玲的第一个作品，对。那你对你这个作品满意吗？我非常满意，这样看起来我已经非常勇者小镇的，我很像最后的摩根战士里面的那个原住民。如果是给那个这个发型打分数，你想给他几分？哇，99。99吗？那一分是怎样？那分留着。要谦虚一点。张玲总是还有发挥的空间的嘛，是吧？对。下次那一分就是拿来用个闪电的。OK。好吧。好的。闪电是不是会被雷劈的？好的，接下来是介绍车的时间。右手边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哎，这台车好面熟哦，原来就是 Jacky 的车啊！介绍一下 Jacky。Hello，Jacky 他很可爱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觉得我很像哆啦 A 梦里面的胖虎吗？”你看我右手边这个城镇有很多复古的车，古董车。你看这颜色好好看哦。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牌子哦。然后这个是 Tiffany Blue 的感觉，我很喜欢这颜色，是不是很适合我？我这时候应该用一个复古的发型，比如像说是一个什么宽的发带啊，然后这样子啊，然后发尾往外翘，像赫本那样子。Yeah， Stewart 这个小镇呢，其实它在之前是很多熊出没的地方，所以是原住民会打猎经过的地方而已，是没有人居住的。但是在1910年开始，发现这边有金矿跟银矿。只要当有金矿跟银矿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就是人潮涌入，一听到金子、银子，立刻出现，立刻居住。没错，所以在1910年的时候，涌入大批的人潮，在这边开始居住，开始淘金啊、淘银啊，有的没的，所以这边就开始有很多建设。在1920年的时候，已经有10000人居住了，所以当时应该算是第二大的淘金城市，第一大就是30000人的刀森。然后这边呢，当时非常非常的繁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建设，都可以感觉到其实之前是非常繁荣过的。而且我们昨天到这个小镇的时候，原本是怕没有 hotel， 但是发现这里还蛮多家 hotel 的，而且也有经过 bar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要点了，这个城镇如果够繁荣，一定会有 bar。好，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有一个雪地车。为什么会在这边呢？是因为这里。是 Stewart， 当初1910年第一个住在这里的人就叫 Stewart， 可以看一下这是他的家。所以呢，这城镇非常特别，就以第一个住在这里的人叫 Stewart， 所以这个小镇就叫 Stewart 来起源。
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Stewart 的家。我们昨天住的旅馆的小木屋，黄色的是不是在右边？就我们刚一查，发现我们住的那一间旅馆，那间小木屋是妓院，是妓院，妓院。然后 Jacky 就说，我们的队友 Jacky 就说，哦，好酷！我就说我们这个旅程一定会遇到一些很酷的事情，像我没有去过妓院，我昨天住在妓院。我觉得实在太幽默了，这一切。就是大家查了一下 The Portal 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发现是妓院的意思，所以我昨天在妓院洗澡。上不去了，下不漏。我们都在妓院住了一个晚上。原来我们住的那个酒店，那个 motel 是真的是一个妓院，真的是一个妓院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到这个新闻的 Hider 的一个冰川，叫做 Salmon Glacier。Glacier。Salmon Glacier 就是三文鱼的冰川，就这么的直白。Let's go。念念不舍地离开神奇的老屋，车队来到了小镇的港口。原来是在海边呢，难怪海拔这么低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 Stewart 的一个港口，然后今天充满下雨，这个城镇非常特别，未来的七天都会下雨。还好我们只待了两天一夜，看这个样子就是它这里是一个运木材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木材飘在上面。这里呢，因为下雨，不知道为什么充满了云雾，好适合演仙女哦。一些比较仙的角色都欢迎找我们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这个桥上了，是不是很美丽啊？那这边呢，现在下着雨，很有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。你看，充满了云雾。云深不知处。我走在这里，我不自觉，我都变得我觉得好有气质哦，还有那种琼瑶小说女主角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适合我的角色，也欢迎找我。我第二次了。三文鱼冰川是唯一可以自驾去到冰原边的冰川，在美国境内，因为部分队员没有带护照，所以只好放弃。大家沿着昨晚的道路离开小镇。发现昨晚深夜开过的山路居然是著名的冰原大道呢，一路都是冰川呢。好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三文鱼的冰川，但是我们在经过路上看到左边有一块大块的冰块，所以现在这次也算是有看到冰川了，算是另类的实现了我们的小愿望。大山环绕的一个低谷，因为这边海拔在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呢只有20几公尺而已，所以这海拔呢升高跟低呢是差的非常多的。这个冰原大道我们去的时候呢是在晚上哈，在晚上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而且那里很大雾，那条路上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见。然后等我们到达了 Stewart 那个小镇之后，我才听说我们刚刚开过来那段路旁边都是悬崖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后怕呀。小镇丰富的收获让大家依依不舍，长途跋涉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，体会不同的人生和风景，让这次自驾游充满了惊喜和回忆。就像彪哥出发前说的，目标在远方，收获在路上。眼睛画这么大，嘴都是腊肠嘴。十二点多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流星入肉汉堡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off road 了 ，go！ 就看你了。哦哦哦、好，这是我第一次 off road， 非常刺激。耶、yeah ！真的很 amazing， 我刚 off road， 我现在很兴奋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们要变千年老妖了。万年老妖。冷这边，我们已经登顶了，登登。空中飞人的感觉，往下看。离开神奇的小镇斯图尔特，车队前往一个著名的原住民博物馆。
漫长旅程有张琳就不寂寞，看看张琳这次又有什么法宝。请注意前方高能，善意提醒观众朋友，请勿在车内模仿。在 BC 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印第安原住民的一个纪念馆、okay. 这个社区叫 Cusum， 充满印第安原住民特色的一个城镇 Cusum。 这里呢有3500人，我们现在照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图腾。我发现他们的图腾的眼睛都是大大的，都超大。为什么眼睛画这么大，然后鼻子很长，嘴都是腊肠嘴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什么猪还是什么啊？然后他他可以拿起来耶。你是过来搞破坏的吗？可以拿起来耶，拿起来，他真的可以拿起来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拿起来可以干嘛。如果我知道我就是当地人啦，是不是？这是独木舟倒立，这一看起来就是历史久远的，你看它这个木头，还有它长的青苔，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董了。我们在 Dempster 的时候，像我刚刚说的那些砂石路，哇塞，把我们的玻璃给打得全是洞嘛。小吕是最惨，小吕的玻璃呢打了6个洞，我的玻璃也打了洞，彪哥的玻璃也打了洞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玻璃都得去换了，而彪哥的是最严重的。乔治王子镇那里给我们就定了一个修玻璃的地方。现在检查轮胎，我感觉我这泥胎不是很适合跑车，因为这轮里面的那齿都已经磨得不行了。目测是没有问题，那只能回多伦多换轮胎了吧。这种轮实际上适合越野是吧？它适合，这是泥胎 mud tire。 车队穿过洛基山脉，向着闻名世界的贾斯伯国家公园开过去。在这边度过了一夜，睡在帐篷里面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在帐篷里面了。然后这里真的非常的冷，你知道我昨天怎么睡的吗？
我昨天是整个裹在那个睡袋最里边，我整个冷死我了。因为这边晚上大概不到10度，对，大家也知道我10度以下会冬眠。但是昨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洗完澡大概12点多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流星。流星飞过，硬要讲，就是看到流星这样滑落，就许了好几个愿望，而且我看到好几颗流星哦。所以昨天是一个很满足的一个晚上。现在我们在一个非常厉害的美景旁边，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冰川？你到这里，你感觉你整个人的呼吸都变慢了。做什么事情都变得非常的优美。一路的画风不断改变，壮丽如电脑屏保的画面不断迎面而来。这里是在 Jasper 这边印第安原住民的酋长的一些介绍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印第安人长得很像？我刚看一下，我觉得他们都长得好像，就是黑黑的，五官要深邃。那我右边现在有一个印第安的家，我们进来看看。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挡风。我现在就是印第安人。然后戴一个有羽毛的那个帽子，自己想象啊。对，我们在这边经过了一间餐厅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吃饭喽。我超级饿的，昨天晚上超想吃麻辣火锅的。这个就是捕梦网。这是戴羽毛，就是有印第安风格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适合戴在头上，是不是就会很像印第安人？牧师，加拿大的，加拿大的吉祥物。这里我可以逛很久哎，可是我妈妈先去点餐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很幸福的在吃的早午餐，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？我觉得我的队友们应该都落下感动泪水了。我们现在在 Sapporo 的瀑布里面的一个度假村的一个餐厅，大家看这汉堡，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汉堡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个是鹿肉汉堡 ，Elk Burger。我人生第一次吃鹿肉，我吃吃看喽。蛮香的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加一些香料在里面，它吃起来非常的香，它吃起来不是牛肉的感觉，也不是猪肉的感觉，也不是鸡肉的感觉，就是鹿肉的感觉。看一下他们吃的，太感动了，就是可以在餐厅坐下来吃一顿美食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福跟奢侈的事情，所以。今天一大早就是个美好的开始。好吃。
这里是93号风景公路。93号风景公路，我们现在在路边看到一堆沙石跟急流，非常适合 off road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off road 了 ，Go！吃完鹿肉汉堡，原始的冲动开始萌发。彪哥突然一打方向盘，车队开入一个激流浅滩，在冰川脚下狂野一把，先爽了再说。我在这里给我的车照一下，拿车的正好角度。对，要一起。一起啊，方向不能打死，方向不要打死。对。慢一点，不要让水进到你心内了。前走一点。OK， 就看你的了。好，这是我第一次 off road， 非常刺激。Yeah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OK OK。哦哦哦哦。然后呢？现在直接过去。给油吧，给油，给油，小心不要把车撞了。我比你更紧张。像像这样回去，小心希望大心，不要踩到东西。好好玩哦！耶！什么情况？他要开单是怎么样？第一次的 off road。然后我们还被人开罚单。对， 对，我们现在被开罚单了，现在有人在开我们罚单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哎 ，OK 的。真是很美景，我刚刚不知道，我现在很兴奋。我们等一下要爬雪山了，我在那边说现在那边我觉得很棒，而且我现在真的太兴奋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决定开车。耶、yeah ！大家在浅滩放飞了自我，还有余兴决定去爬冰川。张琳兴奋地自告奋勇开车。主要是要亲自体会在这段闻名世界的冰川公路开车的感觉。小鲜肉老司机小吕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要变千年老妖了，空中飞人的感觉，往下看，叫我住，路易斯湖，我很喜欢 Victoria， 我们今天会不会来喝一杯啊？就是喜欢坐缆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撞冰山了，这个雪好冰哦，我刚摸了一下，此生无憾。